张伟丽，我们的战斗将继续上演，精彩才刚刚开始。昨天与罗斯的二番战，张伟丽惜败。赛后他更新了社交媒体，表示将继续努力追逐梦想。张伟丽写道，我打出了自己的实力，相信你们也看到了我的努力。 UFC 的擂台上没有容易的冠军，八角笼中最后还是凭借实力用拳头说话。精彩的电影就是这样的，没有铺垫，没有蜿蜒曲折的故事情节，怎么会有完美结局呢？我还会努力追逐我的梦想，我们的战斗将继续上演，精彩才刚刚开始。